标题《爱情公寓》，诺兰藏了5年的恋情实锤终于曝光了。景白与刘萌萌仅上了微博热搜，小姨妈我露出了老母亲般的微笑，他们这个公开的秘密终于有实锤了。一波狗粮白衣于1990年4月8日出生，代表作《镇魂》赵云兰，刘萌萌1990年10月16日代表作《爱情公寓》诺兰，一个是今夏最火网剧《镇魂》的主角，一个是国民级电视剧《爱情公寓》的主要人物胡一菲的情敌，曾小贤的女友，这俩许多人心中的男神女神竟然默默相恋了5年。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年他们发过的狗粮八百语和刘萌萌相识与屌丝日记。在剧里他们俩是前男女朋友的关系，剧外的微博上他俩开始疯狂互动，毫不顾忌的对方，这种暗戳戳的秀恩爱从13年持续到了18年。白宇老师的抖音里全都是萌萌，虽然两个人到现在都没有公开承认过，但这暗戳戳的糖倒发的不少。比如综艺上聊起接吻这个话题的白宇，如今他俩毫不避讳的走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下一步就要宣布婚讯了呢，非常期待。你还记得诺兰在《爱情公寓》的精彩表现吗？虽然在现实中他们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故事将在《爱情公寓》萧萧萧中继续上演。你期待怎样的剧情呢？曾小贤，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好好和一菲过日子吧。诺兰《爱情公寓》萧萧萧是由电视剧《爱情公寓》正版授权的一款消除加养成的休闲手游，在消除闯关的同时，还能一边观看剧情一边 DIY 布置公寓，打造属于自己的爱情公寓。欢迎加入《爱情公寓》萧萧萧大家庭一起讨论哦。 QQ 群 3900318151， 微信《爱情公寓》萧萧萧。